我是混沌，现在玩的游戏是 Pokemon Go， 然后今天是那个加勒尼巴鱼的，我忘记了，反正解田野调查有机会出异色。就直接丢好了。那这只是那个加勒尼巴鱼，然后下一只是那个按错的，包包满的。OK， 然后，这包包什么时候还要开放啊？好缺哦！还有一只普通泥巴鱼的异色哦，它还在后面。还有一只也是，还是蛮包包的。这个是加勒尼巴鱼，下一只应该是了吧 ？OK， 那这个是普通泥巴鱼的异色哦，那个今天刚开放的。那之后如果要遇到的话，可能看活动在野外会不会开放。我记得好像之前有开放过吧，加勒尼巴鱼跟尼巴鱼都有开放过，直接抓，利去，这么难抓的吗？哦，那田野调查不会跑掉吗？对，我记得我后面好像还有两只啊，我就不抓完了，我说来自己抓哈，总共遇到三只的样子。OK， 看一下图鉴。我没有看他会不会一起开，还是没差的，好吧。OK， 那差不多就这样啦，大家拜拜。